来吧，慢慢转身看结果。来吧。下面呢，我希望我们老年人啊，还有一则摇滚的节目，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觉得也是，那既然都叫摇滚奶奶了，怎么也得也有一个摇滚的节目啊。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嘛。那就来一首吧。那一定要放一，不是怒放一下啊。对呀。好的，那舞台留给你们，准备一下。准备一下。好。曾经多少事跌倒在路上，曾经多少试着断过翅膀。看到满场的星光，是不是真的有点开自己演唱会的感觉？台下全是孙子，这孙子，还有孙女儿，称我们为摇滚奶奶，全是年轻人，所以我们叫摇滚起来，爽不爽？爽，过瘾不过瘾？很过瘾啊！好的，啊，带着这份过瘾的感觉，请走上星光大道。再见。好的。